13分钟准备。直播倒计时1分钟准备。我们确定要做直播吗？值呗。不是我怎么焦虑呢？不是我焦虑啊，这个就是有问题啊。不是不是今晚就请娘家？对，至少7天的活，这个大件事。不行啊，我乐队排练定的2回。哎呦。本次舞台我们采用了多演区多层次多纬度的一个布局设计，主视觉由一块36米乘7.5米的巨幅 LED 弧形大屏组成，特别设置1到22米的数控水幕装置，并在整场布置了超过5000多只数控灯球。1个多小时的无延时的现场直播，整场中间无间断不停顿，现场用了1300多台灯具，对我们的灯光的设计工程和系统保障带来巨大的挑战。我们这一次的现场乐队呢，是一个很大的配置，我们是要对每一个乐手每一件乐器都要单独的收音，包括合音团的每一个成员，所以呢，总的轨道就会超过了100多轨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复杂的工程。3、2、1，走。为了确保正式演出的顺利进行，此次配置了2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度。艺人准备好了吗？艺人到了。好的，收到，请上台。包括艺人在内的全体演职人员在现场都维持着高度的紧绷状态，没有主持人的串场，上下道具、乐器的牵场都需要合理的人员安排，整体容错率很低。那我们现场也用了很多特种设备，比如说像飞猫呀、机器人轨道呀、斯坦尼康啊这些设备，那还用了 AR 技术把现场和虚拟场景做了融合。直播过程中顶住压力，把所有舞台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，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两号机慢推，推了，推了，看到了，推，好，漂亮，哎，你要问我对星火流音的感受，我觉得很奇妙。